今天的早餐就是这个了，肥汁米线汤达人的，挺好吃的，很香很香。然后吃完早餐之后，我今天就要去看我的小侄女了，就是杰哥和梦魇嫂子的女儿，看小乖乖去。这几天一直在忙，没时间去。小梦天天打电话给我，我不在家，你赶紧去看看你的小侄女啦，那么可爱。手套吗？这是干啥用的？这个我都不知道。开始干饭模式。哎呀，泡好了，这米线好了。哇，高汤高汤高汤，肥汁啊！一个人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。要么早上我是自己下的面条啊，今天是搞得最简单的一次。哎呀，这颜色嘎嘎一拉屎啊。哇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
你当时营销不好啊？好好好，五六年的老实营销，老实营销，瑶瑶，恭喜恭喜瑶瑶！十二万都是东西哈，十二万你拿了么子东西给我？没来呀，那个九哥来接东西，九哥来挑席的搞么子？九哥搞接待呀，九哥。欢迎欢迎，到你坐，到你坐。搞接待，九哥谁？接待接待啊，到你坐。那个小侄女啊。小侄女啊，哪里哦？哦，等等，好。咦，出家酒馆了？出家酒馆了？我来看哈小乖乖。哎呀，叫什么呀？叫三伯。三伯哦。叫三叔。三叔。哦。三叔，你说三叔，你们家有个小姐姐，啊、这小姐姐回来了，一起玩。好乖呀、啊，好乖，好乖。小姐姐回来了，一起玩。白白净净的，是。嗯。好乖，恭喜嫂子。我们家有千金呐。有千金。千金。啊、嗯。而那个嫂子，那个结果那回又欢喜的，是。结果是高兴了。结果恭喜嫂子。结果是这个。我问他的是，当时我不要，就我不要根儿。当时那个小家伙出生那时候，就此刻你抱到那一瞬间是么子感觉啊？他说想哭啊，很感动，感动的想哭。圆满的嘛，这一下，这个小家庭算是圆满了。圆满了。我不做，我是摄影师嘛。嗯。摄影师哪能敢做？摄影师只能赚起噻。又来一大奖，看没得 ？Hello， 这是三叔，杨叔。哎，韩叔，韩叔。来拍个特写来，仔仔。哎，哥子，好乖，好乖，好乖。到底坐，是不？你先去哈。你俩领哪去？我跟九哥儿谈下心。到底坐，仔仔。把自己舞台欣赏。九哥儿他说要我跟他谈下心，他俩人好久没谈心了。是思想工作。不是，那不是思想工作，是吧？好，你们先去。心里话呀。没事，马上来。好。到底坐，是不？啊，仔仔。这儿来开超市来，拿给我一坨，是。嗯。麻子好吃。好吃。我吃的也行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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